早上好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，姜老师。今天星期四，星期四学习中文和姜老师。那小朋友们，今天你们开心吗？要永远开心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那我们还没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要祈祷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有一双小小手，一共有十个手指，我把双手合起来做祈祷的准备。闭上小眼睛，上帝，现在我们要学习，愿上帝保佑我们学习进步，谢谢上帝，阿们。睁开眼睛。好，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打开你们的尖刀娃娃，打开第几页呢？老师，来，老师跟你们看，我们还没学习的是，好，爷爷奶奶，对，爷爷奶奶，来，跟住老师一起说，爷爷，爷爷，嘎嘎，对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对，好，小朋友们，你可以拿蜡笔，蜡笔，对的啦 ，crayon。老师需要的蜡笔是蓝色的蜡笔，这个是蓝色的蜡笔。对，那你做眼圈 ，lingkari kosakata 爷爷，爷爷，对，爷爷是哪一个？爷爷是 kakek， 对，这个是爷爷。做眼圈，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真棒。那如果奶奶，老师需要的是红色的蜡笔。红色的蜡笔，来，那你做眼圈，这个是奶奶，那你拉线去哪里？对，找奶奶，奶奶在那里，奶奶在这里，对，好，小朋友们，那如果你做好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再打开第几页呢？对，我们打开第十一页，对，十一页，十一页，十一页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画线团。对， kita akan menggambar garis。 那你们可以用什么颜色也是可以，可是老师在这里要用绿色。对，这个有黄色了，老师要用绿色。怎么样画线呢？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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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。在这里老师用的蜡笔是黄色和绿色， OK， 那好，来，小朋友们，你打开十二页，在十二页有什么？有爷爷走得慢，爷爷走得慢的意思是 kakek berjalan dengan pelan pelan， 对，爷爷走得慢。那我们的功课而已，在第九页，哈拉曼森比兰，对，做眼圈，拉先找爷爷和奶奶，用蓝色的蜡笔，用红色的蜡笔。那下来了，你就开第十一页，十一页就是你们的功课活动，十一页就是拉线。那不要忘记拍第九页 photo， di photo ya， yang halaman sembilan， dan di photo juga halaman sebelas。那你拍的时候你就寄给姜老师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那现在我们要来唱歌了。那我们要唱什么歌？我爱我的一家，对，萨嘟萨嘟，我爱我的妈妈，嘟啊嘟啊，我爱我的爸爸，滴嘎滴嘎，我爱爸爸妈妈，萨嘟嘟啊滴嘎，我爱我的一家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那先今天星期四学习中文和姜老师已经结束了。那还没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祈祷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有一双小小手，一共有十个手指，我把双手合起来做祈祷的准备。闭上小眼睛。上帝，现在我们已经学习好了，愿上帝保佑我们身体健康，谢谢上帝，阿们。睁开眼睛。好，那
你们在家记得要吃什么？对，吃菜和吃水果，也不要忘记喝水。最重要的要睡够，最重要的在就是要什么？对，要开心。好，那老师跟你说，再见。